暗黑纹身，旧苍生，贱嘴先生，喷喷喷，会爆料。什么东西，王小姐？粉底要香香的，你知道化妆品、保养品里面只要添加过多的香料，皮肤是很容易敏感，甚至会肿得跟猪头一样哎。小姐，听说你的皮肤很干，不晓得使用流程是不是？海百合流清霜胶囊，海百合流清霜胶囊，皮肤很干就是你的海百合，这好像不够，赶快回去大量的擦，最后两颗胶囊锁水，皮肤就会水水嫩嫩，如意的钱省起来。李小姐，美白淡斑紧致，你要透过保养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很难呢。最好去打医美啦，打一打比较快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保养品只能够延缓老化、淡化色素，要淡斑 impossible。关小姐，听说你想要缩小毛孔，那你一定要用肤浅面膜啊！等什么？关小姐，我告诉你有办法，粉底要加防晒系数根本没有用，粉底加防晒系数只会增加皮肤负担，把防晒做好就好了。关小姐，你到底要什么脸部保养？我们有胶囊，我们有肤浅面膜，有敷衍眼膜，这些照顾眼周都可以。你到底要哪一个？赶快去官网看一看，下定就对了。纹身麻烫现光临，慢走不送。关小姐，怎么样？关小姐，听说你想要缩小毛孔。